现在时间二月十三号，我们对于今天市场做一个收评。我们看今天整体上走出一个小幅低开之后的震荡走高企的行情。记得收盘上证上涨百分之零点七二，深成指上涨百分之一点一四，创业板指上涨百分之一点一零。对于后市行情怎么来看？我们在上周四重点强调，整体市场底部已经是确立了，而且我认为市场会连续上涨十三个交易日。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二月二十七号附近的高点市场。 时间窗口，也就是我们在上周三、上周四进场抄底，那么我们就要在二月二十七号附近进行一个大幅的一个减仓。同时，我们也重点强调，我们在近期要关注一下外资的动向。虽然说今天整体外资净流入不超过十个亿，仅仅是六点多个亿，但是两市加在一起，我们发现没有，整体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放量，超过九千七百亿的成交金额，以及我们看到两市。 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三千五百家个股上涨，说明什么？整个的内资已经开始接力外资了。在前期我们看到外资为什么持续的净流入，就是对于我们二零二四年经济的恢复的预期做了一个很明确的确定性，对不对？所以说整个的外资是持续的买买买买买，对吧？内资没动。我们在前期强调过内资为什么没动，主要是两条：一我们讲到的就是。 整体而言，仓位是一个高仓位，超过百分之八十四的高仓位比，也是我们在前期强调过，如果达到这个八十以上的这个仓位比的话，就是基金加不动仓位了，这是其一；其二，没有新增的资金，也就是没有新发行的基金。 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新发行基金也在加快，在二月九号的时候，已经是达到了九只是提前募集期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而言，内资在加速的一个进场。好，其实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外资看的是什么？外资它主要就是看的就是整体的预期。内资看的是什么？就是数据。我们在上周也重点强调，整体由空。 转多的数据就是由于一月份的社融数据会引爆市场的看多的气氛。果然，我们看到整体而言，在今天仍然是对于整个一月份的社融数据形成一个大增。好了，经济恢复的确定性再次一个增强，以及。 我们要知道，二月份的社融数据也是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也是预期之内的。所以说，今天形成一个普涨格局，这一点很明确了。同时，我们在今天早上的电视直播，其实也强调了。 这一次的计社融数据主要是企业强、居民弱，也就是整体而言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是增强的，但是居民整个的消费贷款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主要是进行一个存款。那么好，在下一阶段主要是来激活居民的消费，我们头一者知道。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两天房地产相关性的一些销售的刺激再次被激活，尤其是南宁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消。 消费的一个刺激，对于房地产板块，我们可以看考相关的资料，这是其一。其二，其实我们投资者要知道，本轮上涨关键点在于什么？资金的推导，也就是外资整体而言，对于整个的资金，也就是市场的预期，第一阶段推动。那么目前就是内资对于行情的推动。我再次强调一下，内资对于行情的推动。在上一周，我们看到指数没涨。 反而形成什么震荡的下行？游资盯的是什么？游资盯的是题材，盯的是整体的概念性这些板块。而我们普通投资者或者是散户盯的是什么？涨跌。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也就是外资看预期，内资看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一月份的社融数据。好，游资主要看的就是题材。 散户看的是涨跌，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主要是怎么操作？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关注的是什么权重，对吧？尤其我们指出了上证五零，对不对？上证五零今天上涨百分之零点七七，而上证指数是百分之零点七二，是少了那么百分之零点零几。所以说，我们投资者要知道，目前就是以持股为主。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整体从第一点，也就是从十月的三十一号，整个形成一个反弹到一月三十号，我做了一个统计，上证指数是上涨百分之十二，而上证五零涨了百分之二十二，是多出了的百分之十。这一点我们头想而知道。所以说，目前而言，整个的资金已经形成了什么一个大的切换？ 外资已经切换到内资，下一阶段是由内资来整体形成一个连续的一个上涨。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一次连续的上涨主要就是内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工程机械也好，包括酿酒也好，是今天的一个主流。后期我们仍然看放量突破三千三百一十点，本周大概率就会突破。